三二一，走！这个蛏子王让他一下子给铲断了，应该是。我准备我钻进去，一会儿我要是在底下挖累的，记着给我送点盒饭啥的，晚上没吃饭。哎呦我的妈，太不容易了，我去，冻僵了，咋不扑棱的呢？好了，拿下！我得赶紧把手套戴上，虽然说手比较湿啊，但是这手套必须得要有。哎呀，没有办法，什么是高手？看这个海蟾，粉粉嫩嫩的，黑了有点。这个是学名叫单环刺翼啊，这个非常非常好吃，回去包饺子炒韭菜，称之为裸体海参。好，收了，行不行？靠不靠谱？嗯，啊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看，哇，哎呦，入场这海葵，哎呦我这太完整了。一只完整的沙葵，看到没有？非常非常完整，这只沙葵，这可以当小皮鞭了。这个，我这腿不到三米，你看它多长，一米多。这海葵剁成几节，煲个汤啥都够用了，还挺 Q 弹的呢。还有，行，这个收了，这蛏子王不少，今天拦一下子吧，希望能拦住我。一二，走！这蛏子王老贵了，现在的时候150斤左右。哎呦，这大鼻子，这个直接拦住了。现在这个蛏子跑的没那么快了，头呢？呀，怎么是个窟窿？你给头给切掉了啊！知道了，这个蛏子压根就没长头，它先开始从鼻子长，咔，最后长头。然后这个呢，现在就是年纪还小，头还没长出来。看这是什么？螃蟹，这是一个公的，冻僵了。这是两只甲壳蟹，冻僵了，但是还是活着的。这是两只公的，正常一只个公一个母的话，它俩就拥抱起来了，然后这样它就有温暖。两个别整那么远，近一点，一会儿就暖和了啊！不要急，哥哥给你们盖层被啊。好了，温暖了，哎，正好他两个这个喘气的时候，这个二氧化碳就能相互的补给，这个温暖可以了，不用谢。这有一只月亮贝，把这月亮贝挖出来，这个应该是不小一个月亮贝。哎呦，这行了，这个够做汤的了，满满的肉，这个要着吧，这个回去放个小白菜，整点小豆腐就行了。点关注，回去烹饪。我回来了啊！这个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收获。现在这冬天赶海太遭罪了，蛏子王先用水泡一泡，这回来蛏子王就嘎了。今天给炒一个，冬天呢，这烧点柴火老费劲了，这多少年不生火了。但是大锅做菜确实是好吃，有机会过来带着你们体验一下。这个你吃不了。这个现在这个猫啊有一个问题，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它是小姑娘还是小小啊。穷养儿富养女啊，你要小姑娘的话我让你多吃点，你要是儿子的话你就上旁边，就不要动，让他把这个沙子洗干净就行了。给你一块自己吃，来，可好吃了，吃吧。你说你胖子，你跟猪似的，你还吃呢，你看慢慢吃吧。我开始做饭了啊，这个切成小段还得要洗一下啊，啊，再给它清洗一下，这里边还是多少还是有点沙子啊，可以了，就只要把它给它沙子给它洗干净就行。下点油，这是菜籽油，这菜籽油非常好，和咱们东北的豆油是不一样的。蒜来一点，多放点蒜是可以的，来点姜。葱来一点，加入生抽，把蛏子王放进去，来点料酒，加入点胡椒粉，然后大火开炒。好，把配菜放进去啊，萝卜丁、青椒，然后继续翻炒一下，来点鸡精，准备出锅。这蛏子王一炒也没有特别的大，但是它这个肉质非常非常紧实。如果要是用那个竹节蛏炒的话，早都炒没了。噔噔噔噔，再来一个菜，下一个菜，这个是个配菜，这个是咱家的那个手工虾仁啊，虾仁西红柿啊，这个我比较爱吃，少来点油。葱姜蒜搞里头，炒出香味儿，加入西红柿，把这个西红柿给它炒出番茄汁，然后再放入虾仁儿。是炒个菜的时候，好像是跟神仙下凡了似的，这才叫人间烟火。加入虾仁儿，这个虾仁儿是纯手工虾仁儿啊，咱家自己家的那个扒的，还是需要放一点水啊，要不然这个西红柿很容易就糊。好，我们盖盖先焖一分钟啊，因为这个虾仁儿它比较大，焖一会儿才能熟。虾仁儿变红了，这个有点像咖喱虾仁儿。这个要是浇面上一吃啊，哎呦老盖了啊！开饭，每天到这个时候是最幸福的。我还没等上来呢，你就上来了，向里边点，给你们尝一下我们今天的收获：蛏子王，还有虾仁，番茄汁味的，肉质 Q 弹，且有番茄的酸酸甜甜的味道。这个是我们今天挖的蛏子王，看、啊、这个蛏子王的边儿，尝一下这个怎么样？还是炒的久一点之后更有咬劲儿，它在口嘴里的口感是鲜。而且有咬劲儿，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收获了。喜欢我们的朋友不要忘了点点关注，跟大家说拜拜，拜拜啦！哎呦我是张文明，有缘关注吧，下期见。